好好玩。大家好，我是何杜林，我是郭敬淳。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前关难过关关过，别怕，马上就要发大财了。真的，虽然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赶走。没错没错，哈，好的职场自己创造，送球迎财神，金鹤。嗯，来，欢迎我们命老师，首先欢迎周英君老师。好，大家好。来，接下来欢迎黄总老师。老师好。来，接下来欢迎爱丽丝老师。大家好。都好，来欢迎几位来宾，首先欢迎玲玲老师。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杨雄大哥。大家好。雄哥当年，其实也赚很多钱呢，一年可以赚700万台币，而且是当年哦，那时候因为演包青天嘛，对，就是戏剧啊、综艺啊，都可以看到雄哥。对，秀场很多，第一个秀场很多，然后再就是就我那时候在拍包青天的时候，我们固定的嘛，固定每一天都在播，一天的播集数，每天都一集一集播，那一天的收入大概，甚至还有就是在现场嘛。大家娱乐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成语是。那时候因为金超群他等于是包青天嘛，是。那每次呢，我们就他们在我们就是小赌了，小赌每次我就插个花，哎，一插花我不赌的，因为我以前有输过，那我是不赌博，那就跟着插他的花。那他呢是当红的时候，他就逢赌必赢呐，就气势很旺，气势很旺。人家有人是赢钱，我也是。我是就是我也不赌，我也不赌，因为小时候也输过，会怕，你知道吗？但我就愿意借钱给人家，但我没有放高利贷，等他赢了，我吃红药，一样的道理。那我也就跟着他走，那每次呢，他每次一赌他就赢钱。那金超群那真的很厉害，每一天呢，那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啊，扛着灯扛的要死，到时候哎一天都输好几万，一天输好几万，我每天都分红啊，现金我可以有时候一天可以分到10000多块。我插个花就可以赢10000多块，你看他一个月，我们那时候拍了包青天拍了1年多，哇，你看那是可以分多少钱？是哎，那后来他们大陆还在请金超群大哥在拍包青天哦。那时候我就觉得电影圈，我是觉得想急于勇退，你心想说见好就收嘛，那我就去帮人家辅选，因为我本身一直在帮人家辅选，后来就转换跑道，跑去选市民代表哦，哎，那也选上了，那市民代表但是被我做垮了。怎么讲？怎么讲？因为他升格了嘛，他一升格就没有市民代表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做市民代表就做了5年，就下来。所以人生就是这样，金超群大哥有找你跟他一起去大陆继续演包青天，但是你没去，你回来选市民代表。哎，那后来又回来接《百战百胜》的魔王也6年多嘛，《百战百胜》完了以后才是包青天。本身更值钱，更值钱哇！所以说都有赚到钱，而且其实不赌就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很多。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好老婆守住钱，能够把钱守得住，所以你钱都交给老婆，那他都怎么管呢？他就完全买保险，他也不太会理财，但他会很会就是买保险嘛，就有买房子吗？小就那时候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本身就一个房子，那我在邵氏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房子。那是我妈妈，我们哥哥，我们几个一起做。做到最后，因为我是生了3个女儿嘛，我哥哥是有生一个儿子，所以我妈妈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这个大孙啊，所以说变这种情形。那我们在中间呢有一点过节啦，然后就被赶出来了，是这样。那房子是谁买的？我买的，我付的钱，是你付的钱。结果香港上市之后赚的钱呢？留给大哥哦，所以是老人家的观念哈，真的还是比较传统啦。我们又是小儿子嘛，就心里想啊，反正就那么回事嘛，人生也就不就是看还好，没关系，能赚，那后面就再赚再买，再赚再买，对对，挺好的。不过讲起来，那杨大哥，你娶这个老婆也是很实在的一个女生，你没有特别喜欢什么演艺圈的美女啊，娶个女明星啊，或者什么的。我以前本来是差一点娶到一个女明星的姐姐，那是很早以前啊。因为但是那时候是那也是跟女明星一样漂亮，就是对啊对啊对啊。那是像哪一个女明星那么漂亮？不要讲这个，你很会问哦，一讲就超棒。哎呀，话说熊哥是桃花也很旺的。是啊，那你后来怎么会？
娶到这个老婆，就是是非常平实又务实的。因为我老婆是我妹妹的同学，那比女明星那是应该是，因为我老婆平实很多吧。其实我老婆很平实，她以前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她是人像模特。哦，也是。什么叫人像模特啊？就有以前有一种那种摄影社或者是那种摄影团体，去公园摆 pose 给他们拍照。对哦，那种对哦，那也是很漂亮。那是很漂亮啊，五官要很立体，要长得很漂亮。那他是个子又小，我老婆大概号称155公分，哦，这么小只，很小只，对，号称150，其实没有150，大概152吧。那你跟他有谈恋爱吗？有啊，还是直接看人家协会就就这样，我就觉得还不错。那我就跟我妹妹说要追她，我妹妹说你怎么跟人追得到？你那么花心，那时候女孩子一大堆啊。我就说一定要追她做当老婆啊。那所以你很喜欢，很喜欢。你是喜欢什么？喜欢她个子小小的，又乖巧，乖巧，喜欢乖巧，乖巧。演艺圈你知道昏的看多了，对，大鱼大肉昏的。所以啊，男人最后要结婚的时候，挑的不是漂亮的，挑的是贤惠，对，要贤惠，可以当老婆的。对对对，真的真的，挑的好，这个就挑对了。是，哦，好的，来，我们先回到命理题来请教爱丽丝老师。老师来哦，我们来看看哪些星座的人哦，2019年就要发大财了。哎呦，老师你们看好嘴的，来讲12个。看好嘴花花够好，好，我们要来参考一下来宾的星盘，还有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你的太阳跟上升的位置有没有上榜哦。2019年就要发大财了，尤其是在哪方面发大财呢？马上公布第三名上榜的就是狮子座，上升狮子算嘛？对，杨雄大哥的这个上升就在狮子，恭喜你在哪方面发大财呢？就是在投资最旺。而且是属于收入就增加。我们知道木星哦，这颗贵人星大吉星在2019，现在11月份已经进入了呢你的这个五宫，五宫就是恋爱啦、子女啦，还有你的这种职场的舞台，所以你会有很多表现、表演或是代言、上台主持啊这种机会。那这种机会越多，当然你的收入就会越增加。再来呢，木星在五宫代表什么？代表狮子座你的恋爱对象或者职场桃花特别的旺。那这些职场桃花啦，或者是说你的恋爱对象像啊，也会来特别旺你的财富。那刚刚杨叔大哥说有3个小孩，对，3个小孩都特别的旺你哦。所以你的财富贵人除了恋爱对象、职场桃花以外，还有你的子女。可能你在接送小孩上下学的时候，这个老师或幼稚园的老师就会跟你报备啊，有什么样的短期投资的很厉害的这种项目啦，或是说哪里有什么回家集可以去跟一下啦，哈，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些啊投资的小道消息上门哦。好，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哦，太阳上升哦，包青天也过去。也过了，什么都过去了，然后身上只有20000块，就是健身房也淡水健身房也赔了，身上只有20000块。那我这时候是想办法，就想一夜致富啊，就是给他凑了一些钱，那时候每天就跑公庙去问名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哦，太阳上升哦，在金牛座的朋友，就要发大财啦，太旺了呗。啊，杨叔那个太阳就在金牛座，金牛座特别偏财最旺，偏财最旺，而且懂得借力使力，因为金牛座的人真的就是默默低调的哈，一分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慢慢那点，慢慢那坦哈。那今年呢，对金牛座来说，他懂得策略联盟了。好，譬如说你可能开咖啡店，我可能跟美妆业者合作，所以我开咖啡店里面呢，还有卖美妆，或者说餐厅跟什么结合，懂得借力使力，在我们复合式投资，对，没错没错，复合式投资。然后再来呢，木星在金牛就是8宫，八宫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人的资源，代表配偶。代表保险，刚刚上哥是不是有说老婆帮忙做保险理财哦？所以呢，配偶的保险收入进来金牛座这边的财富收入哈，所以都特别的旺盛。或者是说你呢，可能不小心不舒服了，这个保险收入也入了你的库，然后财富哦，大概有这样。还有遗产啦，或者是他人的资源啊，你懂得借力使力，已经摆脱了之前你都是默默自己在单打独斗
哦，一个人就是很一人工作室啊，哈，一人公司啊，好丢兼共兼啊，哈，啊，现在懂得说啊，何必那么累呢？哈，我其实是可以选用这种呢，大家一起互相合作的方式。那这样子团队打仗哦，对你来说是特别的旺的。好，啊，再来第一名是谁上榜呢？太阳上升最恭喜我们天蝎座的朋友。嗯，对啦，天蝎座属于呢木星进你的财帛宫，所以呢，今年对你来讲呢，正财特别的旺，正财的收入，然后带来你的身价也非常的看涨哦。那去年木星就在我们的天蝎的这个命宫啊，所以说也可能很多的秘密组织、秘密规划，很多想要进行的一些企划或合作案。那今年终于呢，这一些的这个舞台啊，都已经慢慢的有看到这些迹象了哈。那所谓的正财，除了说你的资产呐、你的金钱呐、你的正财所得，偏财就是属于说你不用太努力，但你跟你策略联盟的伙伴如果运气不错的话，你收入会增加。那正财代表说你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嗯，好，你的正财收入呢，身价看涨，就是说，如果说呢，你之前譬如说你可能是媒体业者，你可能是艺人，或者是你可能是老板，哈，可能是股价啦，哈，也随着你的整个声誉的看涨啦，哈，你的整个的公司的企业啊，也都会呢越来越好，哦，那所以属于这个正财最旺身价看涨。那以上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是，哎呦，恭喜嘞！啊，其他没有讲到都是第四名，对，并列并列。好，来来来，讲到杨雄大哥，哎，比较实在，赚钱哦，赚起来都存起来，老婆又会理财，对。但是这个有时候赚钱是一条一条、一点一点赚，但就怕有错误的投资，那就整笔就出去了。可是话说，雄哥，我们现在要聊的你这个投资，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这个项目进来，我真的觉得是很适合你。像当年这个大难关，就是因为你投资的健身房。对，你说雄哥这个形象跟这个身材投资健身房有什么错？很正确啊。但是他绝对是最佳的代言人。最好的代言人。但是现在看起来有点早，对不对？对，那时候我是太早。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健身的习惯，没有那种全民运动的习惯，不像现在这几年。我一个亲戚的认识的好朋友，他都说，哎。他说你是搞健身的嘛？那我们刚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所，有一个三楼跟四楼，有个场地，一个场地很大，加起来大概100多坪哦。我说好，那我就把四楼当成韵律教室，这个三楼当健身房。在哪里啊？在红树林对面。我在那边做了一年都快两年，后来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本来那个叫我们投资一人一半，我就拿了600万现金下去，那时候装潢全部打通啊，都弄新的，器材买了大概200多万、300万，然后全部装潢，花到最后，那个人投资人跑掉了，啊，他把那房子是他们的，他是二房东，讲说要合作，哦，到时候又没有合作，这个，哦，他就是一个洞啊，让我们跳进去了，嗯，啊，就被他设计到了，那时候我们那边守了2年多吧。后来房租我也不付了，因为我的钱都投资在里面了，啊。那收会员收的怎么样呢？收的还好，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风行，还没有那么风行。甚至于后来我查到最后是，其实淡水真的不能做生意，为什么？因为淡水真正的人口才5万多，那时候才5万多人口，那大部分都是外地去玩的人很多，啊，去到看了满山满海边都是人。那其实都是外地来的，都是游客的，哎。那如果在地的人只有5万多，后来最后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搬回中和去了。嗯，所以你这一趟做失败之后，你就只把一些哑铃啊、酒对对对对，就搬回去，搬回器材，你还是对器材还是有搬回来，对对对，搬回来。后来我到器材搬回来以后，在永和又做，那还不错，那就慢慢又起来了，就自己做了。那当年啊，在负债累累的时候，就最惨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两万块，我的存折里面就2万块，那这刚好因为跟家里的事情嘛发生了以后，就被赶出来了，就跟我太太带我三个女儿，连租一个房子大概才10几平的房子。那时候女儿多大？那时候我小女儿才小，刚好要升国一。包青天也过去了，也过了，什么都过去了，然后身上只有2万块，就是健身房也淡水健身房也赔了，身上只有2万块，然后全家就出来带着三个孩子，对，租房子住，那老婆没有发疯啊？疯了，那没办法，那时候一个脑子里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想疯了。而且当时杨雄哥已经50岁了，50了，讲起来真的是。前面所有的绚烂哈辉煌，
到五十岁的时候大概都归零，就剩两万块。对，然后但是多了三个孩子，对，多了老婆跟孩子。那时候心态就是怎么样，赌一把了。那时候为了这个事情还赌了一把，还想尽办法就跟他到处凑钱。那时候玩那个所谓人家讲的赌什么东西，赌大大家乐啊！你真的想要赌一把？对，想要翻身？对，想要翻身。那时候每天脑子就是想要想办法，就想一夜致富啊。嗯，就跟他凑了一些钱，那时候每天就跑公庙去问名牌。那时候很疯狂。你也到处跑公庙问？也对啊，有过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就我们新北市各地公庙，山上啊什么的，对，到处跑就问名牌，问了名牌就大家乐的那个，就买一个号码，一个号码买神经病的，买了70万。这个号码是哪一个庙里面让你逼出来的牌？我是不晓得，反正我就记得，人家就跟我讲说一个78。啊，那我就很多冥冥中就讲说七八就会看，就这样一组啊，就这样一组70万，七号跟八号就买一个号码，七号跟八号，没有七八就两个号码，七十八号，就买一个号码，就你梦里也出现78，人家也讲七八，就隔壁最好笑是隔壁间的人，邻居要死掉一个男的，一个熟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女的就78，我心里想78那就对了，这个自己去这个后手，自己去对号，对，就对上了啊。然后就神经病就非买就买一张一个号码，买了78，最后开出开多少？开真的假的？所以才会后来跑去拍所谓人家讲的三级片《录影带》。你都是什么？他就有剧情的呢？他就水电工，他就剧情就是这种剧情啊。所以你有剧情有很重要吗？哎，我们就所以你有演过水电工，还演过司机带着女老板，然后还有嘞，还有什么教练，健身教练游泳教。就买一张一个号码，买了78，最后开出开多少？开87，真的假的？这样就没有了吗？就没了，到时候人家骂我啊！气死了！对啊，你说你去借钱来压的，你借多少钱来压这个七八？对，这个买的花了他们才70万，买一组就我家周遭的全部的这个就这个牌，就买这个78的两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开出来了，只是反过来。兵牌那时候如果有一点智慧，或者是就想说，不然7跟8跟8跟7我都买一半也好。对，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全自己感觉到就是绝望，行尸走肉一样。我老婆都傻了，我老婆你怎么会这样的？那时候我很执着，所以你这个到处借钱借了70万压78，对，这个事情老婆不知道，事前都不知道，他后来知道了。后来才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在做的他不晓得。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对赌方面我都不会去玩了。就像玩大家乐啦，甚至于你说现在玩那些，我都不会想去玩。就是那种，甚至于连股票我都不会想动。所以才会后来跑去拍所谓人家讲的三级片录影带。那就拍了那个电视，那都是什么样的剧情呢？你都是什么？他就有剧情的，他全部就有我记得很多，像那些个老师的，送快递的啊，到人家家去还碰到女主角啦，碰到人家喜欢你啊，怎么的，就这种剧情。水电工，他就剧情就是这种剧情啊。所以你有剧情有很重要吗？哎，我们就所以你有演过水电工，还演过司机带着女老板，然后还有嘞，还有什么教练，健身教练，游泳教练，跟女学生怎么样？这样的工作怎么跟老婆交代啊？没有，对，因为当初我老婆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就跟我谈判，跟我讲，好，你有必要这样子去演，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我只跟他，我就跟老婆讲，拍一部多少钱？那时候拍一部有，才3天就有8万块。那时候3天就8万，只是你原来演的是包青天的威武，现在忽然演一个教练，然后你们又都是，你都是又包紧紧的，对，那真是靠演技哈。对啊，表情啊，表情做主，对，表情做主啊，就这样的。我这表演嘛，把戏演好，我们不求不。那就你这三级片总共拍了几部？哦，我那个都拍了10几部。啊，那有八十万回来了啊。对啊，所以钱还完了又回去开健身房。对，
结果还是收摊了。对啊，还是收摊，原因是因为我这次要收的是因为房东要卖房子，像今年啊，今年我今年年底，今年结束十二月，明年一月初一定要收。今年才遇到的。对对，今年因为我开了很久，看到现在其实也要退休了啦。其实到现在也很久了耶。我开了健身房开了三十几年。哇哦！三十二岁开始开到现在。是。已经开了大概三十四年了吧？嗯，所以现在不基本上熊哥是馆长的前辈，真的，是不是这样讲？馆长对，馆长还是在上我们的后面，你跟馆长看到我们，他就说：“哎，熊哥还是因为我们是前辈，真的是老前辈了。”是，馆长很年轻啊，馆长才四十多岁而已啊。哎，那我们真的要问一下熊哥跟馆长，就是说你们怎么都练得这么壮？怎么我们在健身房里面，然后其实身体是肚子也没消，然后奶奶也没被大，也没变大。方法告诉你怎么样玩，怎么样让你的肌肉有练到他那一块肌群。你练到的话，那你肌群就长得很快。你练不到，像很多人不晓得就乱练，练了半天，你练这块肌肉，你练到手上去了，肌群没有练到，你只是在浪费你的体力而已。你像我在教学生，我都跟学生讲，每一天只要练一块肌肉，你把它肌肉练这块肌肉，比如练胸部好了，你把胸部练好，胸部的肌群有好几种，有上胸、吊胸、侧胸，什么地方全部要把它练完，就是一块肌群。不就是一块肌群，但是你要练多少下？对，你要练最少，以我的教法，最少要练到300下，250下到300下，你这块肌群才练得到。哦，你可以吗？那不可能。算了啦。他要破坏他的肌群，然后他才会成长。破坏完以后，你休息三天到两天，你第二天练别块肌群。那我们有没有年龄限制？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其实没有。他是就其实运动跟还会长吗？会，绝对会长。你找方法对，绝对会长。所以没有。他不是说什么已经没有什么荷尔蒙了，还是没有啊？那你就是吃蛋白啊。吃蛋白补充啊。哎，吃鸡蛋嘛，每天像以前我们练，每天吃鸡蛋。吃5颗鸡蛋，蛋黄不吃，吃1颗就好了。吃白薯蛋，白薯蛋是最好的。白薯蛋是最好的，又省。然后吃马铃薯、香蕉，这是都好的东西。那熊哥，你这次健身房收掉，那有没有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了？都还完了，没有。那后面欠钱了，没有欠。后面赚的钱，现在房子还是租的吗？没有啊，自己的啊，自己的房子。现在啊，后面又买了，跟老婆孩子。现在小孩也大了，我现在三个女儿也嫁人了，那现在。对啊，我都做工了，三个都嫁人了。我老大是一男一女，老大是已经小学四年级了，五年级了，要升五年级了。那老二是老二现在美国，在纽约，他就还不错了，他就自己搞得很好。他在自己本身做房地产了，在美国。那小女儿也是刚结婚没多久。那我现在就是退休的话，就是可以到处跑。像刚刚来以前，我女儿还在跟我讲：“爸爸，你赶快过来，你刚好里长没做啦，你赶快今年过年就来美国，来美国玩，休假玩一玩就玩了。”哦，享受天伦含饴弄孙。观众朋友，现在在卡钱关的人，听听熊哥这个故事，每个人都有关卡，但是就把跨过去就好，对不对？好的，来回到命理上来请教周盈君老师，哪些手面相的人哦，人生容易遇到钱关？对，人家讲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但是只要说它是钱关嘛，只要一个关卡的关存在，关都会过。人家讲关关难过，还是会关关过。所以其实卡钱关没关系，因为它是可以过关的。所以你只要在那个当下稍微盯一下，还是一样会过的。但是有些人就比较容易卡钱关哈。我们现在看，他就是很。破财难挡，那就是钱财卡关。这种人就是，如果说鼻翼出现红筋啊，就是好像红筋，有时候是蒙蒙的红色，红血对对对对，好像红鼻头，有点像酒糟鼻那样子。对对对对，有时候就刚好在鼻翼这个地方，好像感觉好像红的，还有那个看筋这样子，这种情况，你那个时候真的要多多注意，很容易赔钱或很容易破财。有时候你不小心跟人家就是一个投资或是一个理财方面的不小心，就很容易破财。甚至有时候那个钱官明明赚了一笔钱进来，你就非得要把它用出去，不用出去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钱财要走，你真的是挡不住它。应该讲，我觉得好像感觉好像财神也在跟你为难一样，但是就是没办法。你如果说你真的感觉到，因为
这个是运气，因为这个是气势。如果说你这个不会常常这样子，有时候刚刚好那个时间是这样子的话，你真的要小心。在金钱的应用方面真的要小心，你不要随便的把钱用出去，或是随便的答应人家，或是随便的去投资，或随便的跟人家合伙，这个都很容易的去钱被破财，就是破掉。所以我们讲钱财卡关的机会就非常大。好，那再来一种人叫钱财难聚，易聚易散。第一个呢就是禄冲跟庙煞，这个是大凶方。因为禄冲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来来往往的人多，人潮很多，我行李也就好哎，哦，我跟你讲那就完蛋了。因为呢禄冲的店，哦，或者禄冲的家，这个很容易，你看冲就是争执，很容易有一些纷争，很容易有一些是非。再来一种人叫钱财难聚，易聚易散。这种人就是鼻孔大而养肉，哎，感觉你看到他的时候，那个鼻孔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好像是朝天鼻一样，那个鼻孔好像下雨都会到你的鼻孔里面去的感觉。这样子的鼻子的话，你就是一定要想小心一点。他这种人会比较天真，比较乐观，他会讲没关系啊，反正钱用了再来。没有的钱我们再赚，但是往往你都是会赚不到，就是钱很难赚啊，哈，而且他又很容易随便的去挥霍，而且比较浪费。什么事情反正钱对他来讲比较，他觉得是钱永远会赚进来。这种人如果说他鼻翼还算是蛮好的，很容易赚钱，但是因为很容易赚钱，因为你的鼻孔大而养弱，所以说还是一样很容易出去，所以大钱来你还是大钱出去，所以我们讲易聚易散，就很容易赚，但是也很容易散掉。你到后来到老的时候，可能会你觉得还是一场空，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鼻子，有这样子鼻孔很大而且是养肉的人，通常我们会建议说买不动产来聚财，或是你的钱财尽量不要你自己在管，最好是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来帮你管，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这种人通常很容易真的是肉财很大这样子。那这种人是事业波折，多败少成。面我们讲面的是脸，脸很大，鼻很小，人中又细窄的话，通常因为我们讲鼻子其实是在说物质方面的享受，或是你成功的事业方面。你如果说像你看那个我们讲说有些事业家，你在看他的鼻子，绝对不会那个鼻子是很小的，应该都鼻子都很大，就代表说，因为鼻我们都在讲的是财帛宫，那就是鼻子大的人他才会好。如果你面很大，鼻子很小，就表示你在物质方面，在工作事业方面绝对赚钱的能力会比较弱。那因为你没有赚钱的能力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在很容易在金钱方面就很容易卡关。如果说你人中又很细窄，这种人就是表示说他爱计较，而且又不随和，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方面又很困难。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在工作事业方面就很容易有一些波折，那就是很多就是常常做事业会败，很不容易的成功啦。所以说我们就说多败少成，就是这种人。那如果说你是这样子的人，你在做工作方面，我们建议你还是假逃楼比较好，不要想说我要来拼事业啦，我要去什么，我现在要去做生意，要去干什么，尽量就不要，你就是好好的工作，真像我们讲说去赚那个叫上班族，你就反正多少就赚进来，这样子就好，你也不用想一直想要去创业，你会越创越糟糕。所以这种人都容易闯，就是卡钱关。创业越创越糟糕。对啊，像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他是越创薪水比较好。对对对。他现在。对对对。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但是讲到这么多故事，我们问一下玲玲老师，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来宾一样，就是容易开店遇到钱关，所以有没有什么风水或小秘法可以让我们这个办公室或者店面可以顺利聚财发大财？现在年底了嘛，对不对？还有不到三个月就要过年了，是哦，观众朋友，如果你在2018年之前如果呢财运不好，利用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做摆正布局，对，应用风水，我们摆正布局，让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能够财源滚滚。
好，在要介绍这个小秘法之前呢，老师在这里呢收集了我们的风水格局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也会看到不好的，而且是一个造成我们居家也好啦或店面也好呢会有漏财的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就是禄冲跟庙煞。好，禄冲要冲的话，这个是只有什么会很好，就是警察局啊，越冲的官越高嘛，哈。那如果庙的话呢是越冲越旺，但是如果居家跟店面的话那就不行了，这个是大凶方。因为禄冲你可能会觉得说来来往往的人多，人潮很多，我行李也就好我跟你讲那就完蛋了。因为呢禄冲的店或者禄冲的家，这个很容易，你看冲就是争执，很容易有一些纷争，很容易有一些是非，那么这些就会引起你这个店呢不安宁，那就大破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庙煞。基本上会影响到什么，就思维乱掉，会杂乱，然后有可能会忧郁症，就是欧北心幻想。好，所以庙煞很容易造成，如果是店家里面的员工可能互相猜忌，对，那如果是居家里面的人可能就是幻想症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办公桌，就是说你的座位是后面是靠门哦，大门哦，如果你的办公座位呢是后面是窗户的话，那我们通常在讲风水格局里面后要有靠。好，如果后面呢是大门，大门通常都是我们进出不管杂气也好啦，好的气也好，都是从这里进出，所以呢就你很容易会被这个干扰。你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呢就会这个，我们讲说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这个就判断错误了哈。那如果你的背后呢，是这个我们讲的窗户空荡荡的，后没有靠，不好意思，那个财神也很难眷顾到你。为什么？因为你后面没有靠山，你没有靠对财神爷的这个，我们讲说没有跟财神爷靠那个背靠背的话，基本上财神也很难眷顾你，所以你的金钱通常都是财来财去的。好，第三个格局呢，不好的格局是什么？开门见扇。好，这个扇字就是那个餐桌啦、厨房啦。厨房在我们家叫做什么？灾库呢？那个是财库。如果一进门我看到财库，那个叫什么？财漏白了。公你来救急啦，你来借钱，你来借钱，你就会常常会被人家借钱，因为你的财库破了。第四个呢，我们看一看不好的呢就是一片墙，你家里如果一片墙里面有两个窗户相就在一片墙上面或者有两个门同时在一片墙上面，你看过去会像一个什么字啊？哭。对啊，那个家里面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哭丧的脸，那个负面能量很强，这个很容易家里的这个尤其男孩子会影响到这个很容易呢让他们就是伸手跟爸爸妈妈要不做事了，啃老族了。对，啃老族。对，你们可能就要问老师了啊，老师我怎么去避开？大家看一下，我有带一下一个展示。对，你这个几百两啊。好，第一个呢一定要找葫芦是金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招财嘛，金生水，这样子呢这个葫芦的这个我们讲口小肚大，它才能够这个吸金呐、对，吸金，金生水，这个财才会生生不息哦。好，再来第二个，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两个神兽？这个是神兽，会咬钱的神兽会有两种，一个叫做貔貅嘛，在这边。好，这边这个叫金蟾蜍，很可爱哈，它咬着钱哦，小小的钱，对。这个暗财明财我们都要给他咬进来嘛，开店的人呢也要有神兽能够去外面招你的客人进来。那么居家的话呢，我们就是暗财明财都要赚，好不好？受到神兽的护佑。再来呢就是看到葫芦上面你们可以去，你可以去串那个铜板，就是你的铜钱也可以把它系在那个葫芦的腰间，代表着什么？钱，小钱变大钱，大钱再变，就是钱都会一连接的来，一年十二个月，你天天都赚钱嘛，这个就一串呢，对，那金币就串了一串。好，再来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是要来招财，对不对？
好，这葫芦它会吸这个煞气，我们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福字，哈、哦，啊，那不然就给它搭一个福啦，哈、哦嗯。好，我们贴上一个福字，为什么？因为它会吸收煞气。对。那么我们把这个煞变什么？转为福财，哈、哦，让我们的整个这个葫芦呢，能够招财的能量放大。好，嗯、因为2019年呢，这个年叫做己，这个我们讲说己亥年，大土这个小土，那个小土大水拌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小土哦，小的沙子跟很多的水拌在一起会被变成烂泥巴。嗯，步步维艰呐、啊，明年我们走在烂泥巴里面是不是很辛苦？好，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招财，我们这个风水招财又能够化煞的这样的一个金葫芦呢，能够更完整，我们就要有一个如意，这个就是如意的底座，好、哦，让明年2019年呢，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这个财源滚滚以外，还可以心想事成，好不好？嗯，谢谢老师哦，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嗯、好的，来，接下来子荣老师也帮大家进行一个恐怖的心理测验，来，好，大家先看题目，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要测的是什么哈、嗯。题目就是呢，当你在家中听见户外有警报声响，你到阳台呢一看，觉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有警报声响呢？我们有四个选项给大家 ，A 的选项是河水结冰了 ，B 的选项是大楼火灾 ，C 的选项是工地倒塌 ，D 的选项是战斗机攻击。直觉来选，好恐怖！对，警报声响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社区的警报声响，对，猜想题。好的，来，玲玲老师也玩一下。我最怕火灾了，所以应该是大楼火灾。好的，熊哥，应该是大楼火灾。好，老师们 ，C， 哎呦，也是火灾。哎呦，战斗机攻击也是不无可能。现在就选一下好了。好戏剧性。那我挑一个。户外结冰了，河水结冰，哎呦，好，每个人都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验到底要测的是什么呢？这个测验要测的就是，通常在眼光方面会比较精准，低进高出。他买这个房子，他不会一下就卖出去，他其实是在，他会用这个啊，把它出租，或是先买进来，把它做好一个出租，那等他慢慢的。每个人都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验到底要测的是什么呢？这个测验要测的就是大家的我的发大财指数到底有多高？就是你命中到底能不能发大财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选项河水结冰，笃林哥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哦，有机会哦。你的发大财指数是40分，对不起。他们大部分又花在哪里呢？就是呢，购物借贷易破财，也就是说他很容易。破财的原因是因为心软，借钱给别人，或者是心软，他看见别人有什么需要，然后他就去买这个东西来给别人，所以他大部分的借贷破财都是因为心软造成的。如果他心硬一点，或者是说他自己知道说这个钱是我自己的，赚钱不容易啊，不容易借钱，他就会可以防止到破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B 选项哦，大楼火灾，现场有玲玲老师，还有熊哥，还有爱丽丝老师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发大财指数是100分。好，他们呢是财神眷顾，财运旺呢。基本上来讲，他们的财运其实是非常旺的。只要他们愿意去赚钱，只要他们愿意呢努力去规划自己的财运，其实在财运上面，财神基本上是非常眷顾他们的。那工作上呢，只要你想要做，就会有正财进来，业绩上面想要努力的进行，业绩也会有增长，所以他不管是正财偏财，其实财神也都是会帮忙的，基本上财运是非常旺的。选择 C 选项，现场有周老师选到这个选项，工地倒塌的，我们来看一下发大财的指数是80分，他们是理财规划不投机，在理财规划上面呢，只要你是循规蹈矩的，按部就班的，然后不走旁门左道，不听小道消息，他们
们基本上在投资理财上面是不会采取投机的方式，他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做慢慢累积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在偏财投资理财上面都是会有很好的获利表现。所以基本上呢，你如果在财运上面要好的话，工作上面认真做，财运上面的规划做好，还是可以有很好的理财规划的投资运的哦。嗯，好 ，D 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啊，金纯姐选到这个选项，战斗机攻击的发大财的指数是60分，他们呢是开源节流宜勤奋，也就是说，他们最主要的财运发大财的来源在于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你说呢？想要开源节流，最重要的就是要省钱了，最重要就是要努力赚钱了。所以他们的钱财呢，如果说你要靠发财这件事，事情来讲是有点困难的，但是积少成多，慢慢累积是他们发财上面的重点。不要太花钱，但是又很努力的工作，基本上都还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的钱财，财运上面都还是能够发大财的哦。给大家参考。杨雄大哥啊，这个度过了钱关之后，人生也转好运，真的很开心哎。现在后面厉害了，再也不赌了，再也不乱投资了，然后就一点一点赚。然后现在也变成包租公了。我后来就想啊，退休没有钱也不行啊，那最起码你要有点收入，正当的收入。所以你就开那个健身房，就一点一点赚，攒钱。对，攒了钱以后，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讲，我手上有那时候手上有一笔钱，有大概100多万，那时候我自己有已经有房子了，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搬到外面去住。我老婆说，我住好了，我搬外面干什么？我说我现在有100万，我想把这个房子把它搞成套房。哦。那我自己跑去租一个大概一万六左右的房子，就三楼，去租一个三楼房子。那我就跟我太太算，我跟她说，我算给她听，就是说，你看一个房子，如果说我弄个套房，弄5间套房，一间可以租到18000块。哦，如果说以8000来算呢，5间的话，四万块钱。那我们现在那边租的房子才1万多块，一层才1万多块。是。那这样的比喻来算的话，你可以赚。至少有个2万块，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那个租的房子把它搞成套房，那时候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把它搞成套房，那就开始那就固定有收入。最好笑是做完一年，装潢了100万回来了，我太太说，老公还不错你这样子想法很好，我们再弄一间好不好？我说弄一间你要有钱买房子啊，那时候也没有钱买房子，因为刚好已经有了一间了嘛。那就那一间当中累积累积累积下来，那就会慢慢存起来，是这样的。这一次里长，这次里长，这选里长，怎么了？这次选里长，其实我很大意了，因为当初那一天选举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怎么，因为我们自己的里民我们都认得嘛，是因为我们在做服务的，看到怎么来了一大堆好像不速之客，赤龙赤凤的，赤个槟榔的很多，大概有200-300个人。在我们里里面投票对，投开票的里面，我们有3个票口，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来了一大堆外地来的不认得人来投票，我这次就落选了，输66票。哈，那你比丁丁更有资格重新验票？他那个验不出来，他那个是幽灵人口的问题。我当然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对。但是另外这个杨雄大哥，其实自己的人生规划，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对，也不用操心了，是。然后也是包租公了，那但是身体还健康啊，就跟大嫂就商量着，说不定，你们前阵在大陆又买了2间店面，对。然后，说不定可以去大陆住一住，然后也可以去游山玩水。对，本来就我们其实我选上，我当初选择有一个规划，选上有选上的规划。如果没有选上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到处跑，因为我现在我的大女儿，她明年吧会到加拿大去了，因为我那个孙子在加拿大生的嘛，她要到那边读书。那我二女儿本身在纽约，那我女儿也常说，你看爸爸你没选上最好了，你没选上一身轻，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对，好像候选人的家人都是这样，最好没选上，对不对？对啊，因为你选上的话，很多事情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一个月，像我常常在办共餐，每一个月固定，每个月第4个礼拜五，请老人家吃饭不用钱，是，就老人家一起来吃饭，来喝个小酒。我们聊聊这个共餐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做得很好，这个概念，对，真的可以让这个里里面的一些独居老人，对，或者是家里面老人愿意走出来，愿意走出来，他们其实是开心的，对不对？开心的，非常开心。我记得有一次我没有办的原因，是因为我跑到美国去，刚好又飞台风天 delay 了，没办法回来。回来以后被那李明骂了要死，
里长，我们就等你这一天，你竟然没有回，我们聚餐，我们就等你回来聚餐。对，多久吃一次饭？一个月，我是每一个月办一次。那你们办的这个月聚餐，然后公餐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熊哥，你自己负责掏腰包，自己掏腰包。你好棒哦！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吃饭。那我们的菜色都很漂亮，有每天固定啊，为了跟那餐厅讲，你要给我煮一些软一点的，肉一定要就是水煮的，适合老人家吃的。那你这聚餐一次会有多少老人家？都有最少。最少都大概60-70个人左右，在70个人左右。我最多的一次是120几个。做这一块服务啊，就感觉就是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对，但是没选上这次，我老婆更开心了，因为你可以不要忙了，要不然我老婆常常会被我骂，会盯他。也是啦，好事也分给让别人做一做，对不对？是。好，来，我们先回到命理上来，请教周应君老师，我们来看看哪些生肖命格的人可以成为包租公。包租婆，对，如果说可以成为包租公、包租婆的话，其实他们都对金钱的那个方面比较保守，他们会认为说买基金、买股票这个都是有风险的，他甚至也不会把钱借给人家来生利息，这个都是有风险的，他愿意一毛钱慢慢存、慢慢存的买房子，那买房子为了养房子，他当然就是要把它出租嘛，所以他就很容易成为包租公、包租婆。我们来看看哪些人比较容易，通常是都有可能，但是这些人比较容易。如果说你的生肖是属牛的，你的是在农历事业生的哈，因为农历事业生的话，它是巳酉丑刚好是三合，那这个来讲的话哈，刚好是事业的话就是巳会生土，所以说它就刚好是业来生我。那因为像这种人就会他源源不断的来生，这种人通常在眼光方面会比较精准。低进高出，他买这个房子，他不会一下就卖出去，他其实是在他会用这个啊，把它出租，或是先买进来，把它做好一个出租，那等它慢慢的涨起来，所以这个都很容易在金钱在房子房地产方面来赚钱。如果是你除了火力全开的在开源以外呢，也会运用现有的资源呢继续去投资，发挥最大的价值。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天王星震荡在你的这个合伙伴侣宫，所以说你可能会有到底要不要合作下去啦，或者是遇到公司的整并，或者公司有一些很重大政策的改变哦，所以你可能会换了团队或换了伙伴，但是一切一定会更好，记得一定要保持最理性的状态，最佳的状态。如果是属龙的，那他在农历八月生的，因为酉跟辰是六合，那刚好是土会生金，他是生别人的，那这样子他其实是一种服务方式的，这种人通常是经营方面会经营管理方面会非常的不错，可以讲是乐在其中。他其实是怎么样的，很可能他就会觉得说再来租房子，我可能目前我没有房子，那我去租人家的房子来做二房东，我把它整理得好好的，我来做经营管理这方面。那经营管理就是把这些房子来把它租出去，当然他在这方面他很用心的话，把人家的房子管理得很好，那所有的那个我们讲说有多租房子的人都愿意让你去做经营，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所谓的包租公包租婆，因为他会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用别人的房子来赚钱，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很好的一个包租公包租婆。再来我们来看看哦，如果是生肖是属羊的，那他在二月生的，这个是亥卯未刚好三合，那因为三合是土会去克木，那木会来克土，所以因为这样子相克，克我的是有财，所以这种人通常他去省，就是很省吃俭用。他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有土是有财，他会认为说，反正很多什么的我都不是最我最重要的，因为我都觉得说，只要我有土地，等于有房地产，我的财产才会在我身，这样子对我来讲才是会安全的，才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会去。常常会去慢慢的去节省省吃俭用的去慢慢的去买到，就是
先成立的一个家厝，那再慢慢的去买房子，买房子租给人家，自己住小的，好的房子就租给人家，这样子他来赚钱。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省吃俭用、有土是有财的观念。所以他这样子到后来也会能够成为一个叫包租公、包租婆的。好，所以他就是能够把他慢慢的买啊，慢慢的租给人家，嘿啊，他就是赚了一些钱，因为他觉得是投资是。一定要这样子才是很稳当的。来来，接下来请问玲玲老师，老师也遇过有人财运不顺，请老师帮忙，指导他转运改运的。他之前在做生意，他赚了很多钱，他为了家人，想要给家人就是很温馨，能够很安心、很漂亮的家，他花了将近500万装潢他那个房子，重新装潢。哦，然后他装潢的时候在，在去年他。就是搬出去，他装潢那个房子将近花了5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事，他的生意还是依然很好，哈，家里的整个状况都很好。但是呢，他搬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家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才来找我，就是看风水。我通常到一个人的家里，一开盘一看到符号出现了问题，好，里面的符号哪一个符号？他西方有一个戊，通常甲乙丙丁戊，戊这个呢代表财。出现问题表示这个家的财有没有问题，有。然后这个位置呢，西方又是空亡，空亡呢表示呢他的财出现问题了，这个家里的经济面可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状况。然后呢空亡这个漏财啊，一直把它空掉空掉空掉，表示呢这个财一直耗尽。好，我又看到西方又放一个电风扇，它已经很耗尽了，电风扇又在那边加速吹。对啊，我就看一看，哎，他因为还有一个地方，因为我讲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他的主卧室，在主卧室里面那个符号呈现的叫一个惊，惊吓的惊，这个惊吓的惊，通常我们在奇门遁甲里面看到这个惊字，表示说怕怕，好怕怕的，好我很害怕。除了怕怕的意味以外呢，也寓意着这个夫妻两个人有争吵，好是这些状况呈现不健康的符号，都是现在进行式了。好，那这个搬回来以后呢，我不晓得莫名其妙哦，在生意上面哦，就是同就是他的业界的人就常常攻，就是攻击他、检举他，他想说他不要管，可是反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他的生意开始停顿，然后几乎都要吃掉他，就要去就是要开始吃老本了。好，接着下来呢，他说他跟他的先生之间的相处啊，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搬回来之后呢，他们过去都很就是两个人很能够沟通，却常常为了一点点哦，不是大事哦，就那么一点点，可能杯子放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吵。好啦，他说我现在就是处在那个分居的状态。好，那时候呢，我就想一想，好，我就建议他摆貔貅。这一次呢，我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我帮张小姐呢摆正布局，好，化解他们家的这个状况呢，我只用了这对貔貅，但是呢，一公一母，我要分开放，不可以摆在一起。那我就要把他这个这对貔貅呢摆在哪里？第一个呢，公的，看一下公的貔貅哈，公的貔貅呢一定要具备一个这个翅膀哈，飞天展翅，表示呢家里的这个公貔貅它非常的有 power 哈，能够到外面抢钱，然后快很准。那么通常我公貔貅，我都是请那个张小姐呢摆在哪里？摆在他们家的客厅哦，哈，客厅还有玄关哈，这个位置好，也就是我们讲的明财位，好，好，因为呢公貔貅它是要出去抢钱，所以呢我必须要让它的翅膀能够飞天展翅。好，第二个呢就是注意看一下公貔貅，它一定要四只爪一定要够尖够锐。好，金色的金爪，为什么？因为呢，公貔貅他要出去抢钱，要去抢，就是赚钱进来，他能够很落实的，每谈一笔生意的时候，都能够把钱紧紧的咬进来，好不好？好，好，再来第三，注意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貔貅，鼻这个嘴巴张得好大，越大越好，所以要撑到最大，所以公貔貅一定要找嘴巴很大的哈。这个大呢才能够纳入四方财、哦、才能够把正财明财都赚进来，把钱赚咬进、哦、家里，好不好？好，再来呢注意看一下很特殊的，就是它的背上有一个财字护甲。好，为什么要财字护甲？
因为呢，财智护甲就很像呢，你好、哦、这个身上。我要出去赚钱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有护甲。过去的将军都会穿护甲嘛，好、哦，财智护甲的话呢，你身上才能够拥有这个财气满满呐，人家才会觉得说，哎呦，我要找玲玲，因为玲玲会帮我赚钱，好、哦，这个就是财智护甲，哈、哦。好，那这个公貔貅呢，你要找这样的一个特性，他才能够把钱真正的抓进家里的。大门进来好不好？好，另外一个母貔貅，母貔貅通常我们就要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房间，好、哦，暗财处。好，暗财处在哪里？你们家有没有保险箱？哦，你就放在保险箱里面没有关系哈、哦。那如像我就建议那个张小姐，因为呢，张小姐跟先生发生了这个感情上。哦、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请他放在哪里？放在靠近他自己的这个床旁边的这个柜子、哦、放着。好，看一下这个母貔貅，它有几个特征、哦、你们可以去寻找这样的貔貅哦。好，它头上一定要有什么太极，头上有一个太极帽。那太极呢，通常是叫能够把家里不好的磁场把它调和、哦、把它调和、哦、不要这个阳太重或者阴太重，调和。那么这个对夫妻和合是非常有帮助的，更何况我们的母貔貅是放在哪里？放在主卧室里面哦。好，好，那注意看一下母貔貅呢，它的嘴巴很特殊。好，刚刚呢镜头看到我带这个貔貅，他就说老师，貔貅不是不可以放在房间吗？不是会刻到 对、嗯、这个会有什么血光啊？不好意思，你一定要找一个貔貅是封口的，嘴巴是闭起来。为什么？母貔貅它是要镇守家里的财库，钱只有进没有出。再来呢，就像刚刚静纯呢在我们进广告的时候呢，他问我的，哎，母貔貅嘴巴闭起来是为了什么？就是不会产生这个煞气，会让我们有官这个血光灾。好，那再来注意看一下哦，我们的母貔貅身上呢，腰财旺贯，表示呢，这个公貔貅出去赚钱回来给母貔貅，母貔貅把小钱变大钱，就像变成包租婆、包租公一样的道理啦，哈，吉喜撸来撸贼，哈，腰财旺贯。再来呢，母貔貅下面这个座子一定要是莲花座，哈，为什么？莲花座呢，就像神明护佑，哈，兵将护佑。那除了化煞以外呢，还可以护佑你们全家平平安安哈。好，这是老师自己私人的 paper 啦哈。我就跟张小姐讲说，你去找那个500块，五百块注意看一下哦，你们把500块拿出来，上面有没有禄？梅花禄啦，嗯，那个谐音禄，禄就是进嘛，哈。所以呢，我请那个张小姐准备2张500块。然后呢，要准备这个红包袋，很简单，你就分别放在红包袋里面。那公的呢，你就让它咬在嘴巴，卷起来。对，卷起来咬在嘴巴。为什么？它要出去对，它就是要进财进禄，好不好？哦，好。那这个母的呢，藏在哪里？看得到吗？噔噔噔噔，刚刚呢掉下来了，就是要放在这里。阿内，哦，压着。好不好？因为呢，他要镇守财路、哦、所以呢，我跟这个张小姐这样子，摆正布局之后呢，不到2个月，张小姐了，我吓一跳，我说，哎呦啊，还没有3个月，我们通常布局是3个月才会起效用，我以为不好啦、哦、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改善的？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这个张小姐说，没有啦，老师，我要跟你报告，那个。我在摆正之后呢，摆了这对貔貅，老师不到1个礼拜，他的旧有的客户竟然介绍一个客户签了一个大单子，而且是长期的，所以他是不是稳住了他的这个财、哦、就是收入很稳了。好，更奇怪的是，他跟他现在两个王建王常常呢就会口角，他说很奇怪的是，先生会跟孩子，因为想孩子嘛，啊不是会视讯吗？然后视讯他妈妈一定要在旁边啦、啊，然后视讯，他看着老公，看着老公就，他说老师，我怎么讲话变得温柔了？他说我竟然求我老公，现在呢，
张小姐老公回来了没？回台湾做事了，而且他们家庭现在非常的圆满。哦，真好，好棒的故事。一起看一下题目，就是好朋友呢跟你相约要见面，因为呢你有东西物品要归还他，但是出门忘了带出来，你会怎么做？我们有四个假想题哦。A 的选项是呢回家拿再赴约 ，B 的选项是一样见面，东西下次再拿 ，C 的选项是。啊，说临时有事情，下次再见面好了。D 的选项是先见面，再一起回家拿。你会怎么做呢？直觉来选，直觉咯。好，老师，我们也来帮大家看看哦，在2019年十二星座的人在财运上面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我们十二星座帮大家分了三组要特别注意的哦，那请参考你的太阳及上升哦。我们看一下第一组，比较特别要注意的是，正财虽然走旺，可是避免树大招风。有哪些星座的朋友呢？是有天蝎、牡羊、巨蟹，还有双鱼的部分。好，那上一题提到说，我们天蝎哦，木星在旺你的财帛宫，所以你除了火力全开的在开源以外呢，也会运用现有的资源呢，继续去投资，发挥最大的价值。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天王星震荡在你的这个合伙伴侣宫，所以说你可能会有到底要不要合作下去啦？或者是遇到公司的整并，或者公司有一些很重大政策的改变哦，所以你可能会换了团队或换了伙伴，但是一切一定会更好。记得一定要保持呢最理性的状态，最佳的状态哦，那这样子呢才可以呢做出最理性的判断。那在我们这个牡羊的部分是呢，今年是走海外投资财，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啦，或者是海外的订单增多了，收入当然增加啦。所以切记要注意的就是呢，不要太给搞，也不要呢太冲动行事，一定要呢放大你的格局，然后扩展你的这个视野哦。那巨蟹的话呢，今年木星就在你的职场宫哦，所以说你会很努力的赚钱，可能孩子要读书了啊，或者是说去年买了房子了哦，所以说有一些可能接资金的这些压力，所以你会很想很想努力的工作，以及可能跟你的团队啊、组织啊、部署之间会有很多讨论跟开怎么去强化你们的作战力的这样的机会哦。那切记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巨蟹哦提醒你呢，在今年把握一下时机，可以发展你的第二专长。那越是发展这第二专长哦，对你的财运也是越好。那在双鱼座木星就在你的这个事业宫哦，所以呢，今年呢，长官长辈都是你的贵人哦，所以说你很容易呢成名，在你的某个专业领域里面成为大师，或者是成为名人哦。那再来哦，第二组要注意的是，投资虽然有望，但要记得继续累积你的福报。有哪些星座的朋友呢？首先是狮子、射手、处女、摩羯哦。我们刚刚提到说狮子座哦，花钱是不手软的哦，但是今年特别会留意哦，对金钱特别的有感觉的哦，所以会增加一些被动收入，或者是你就是包租公哦。但是特别要留意的是，狮子座呢，切勿不要因为受到很多的诱惑，因为今年投资的机会很多很多，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跟你介绍可以怎么做啊，可以怎么创业啊，可以怎么投资，但不要因为受到这个一下子的这一丝的诱惑，就贸然的投入资金。那这样可能因为你的生活开销也大啊，又是就投入了大量资金，你可能会反而受到更大的资金压力哦。那再来射手座呢，今年木星就在你的命宫，所以你赚的是创业财哦，所以说你会有很多开公司或者是工作室啊，你的经济需求跟压力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记得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要摆脱过去那一种随性浪漫的个性哦，千万不要呢就没有节制哦，这样太随性浪漫不懂节制，反而会错失了财运的良机。在处女座的话，今年呢你就是赚这个比较算是房产投资财哦，所以你可能会有买屋的需求，或者想卖房子，或是房子的这些整修你都特别的有感哦。那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说，处女座一向都是呢高标准嘛，比较挑剔一点哦，所以今年如果你的财运要再格局再大一点，记得不要总是叫人家改变嘛，哦，不要总是要要求别人要怎么做哦，其实反而呢要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态哦，这样子呢也可以趁着你这个时候家运也很好，父系的产业也很不错，然后呢房产的投资财也很好，这样的格局就会更大。再来要注意的就是摩羯座，摩羯座今年木星在十二宫，所以呢特别走是身心灵的产业，所以假设你也刚好是我们同事呢，比如说是命理师哦，武术的这些相关的产业啊，身心灵产业，或者是风水师哦，或者是说像有一些能量
量检测或是健康方面的这个产业的工作者呢，今年对你来讲呢，很多的暗贵人相助。木星在十二宫，你有很多的暗贵人，很多的菩萨天使都来眷顾你啊，所以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计划，会觉得很受困哈，坐困愁城的感觉，然后都没有办法施展，不要急哦，因为2020年就是你的天下，记得赶快蓄势待发哦，等待火力全开。在第三组要注意的是呢，合作呢联盟很有望，只是要注意的是人和为贵啊，有哪些星座的朋友，金牛啊、双子、天平以及水瓶座。好，那金牛我们有讲到说齁，今年他走的是比较偏财运的部分，所以懂得借力使力策略联盟会为你呢赚了很多的财富。在双子座今年特别旺你的合伙财，所以今年很多合作的机会，很多的一些伙伴都前来想要找你合作工作或创业哦，所以对你来说呢，都可以去谈了一手的好价钱啦、好的待遇啦，或者是好的这种满意的合作的条件。那特别要留意的是呢，要理性的消费哦，要量入为出哦，要数钱数到手抽筋，不要刷卡刷到手扭到哦。那再来就是天秤座啊，天秤座今年木星就在你的三宫，所以呢一定会成名，一定会爆红，你的粉丝量就会爆冲。所以说呢，今年一定会有你一席之地哦。所以呢，特别是把握的是说，在不景气里面，你们也一定能够获大利。要注意什么呢？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投资的话，可以针对资讯啊、电子产业哦，那这样的路线对来讲是特别的合适。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天秤的这个财富贵人是手足、同窗、好友。好，再来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水瓶哦。水瓶呢，为什么更要注意人和呢？因为今年就动荡在你的人际宫位哦。好，所以这个人际宫位代表你可能会呢开始加入很多的社团啊，狮子会啦、福伦社啦、早餐会啦、李明大会啦、港明大会什么都有哦。所以说哈，人多了嘛，那嘴就杂了，所以这种口舌是非很多，虽然会为你带来很多合作的这些无限的商机，可是也需要特别的留意人和为贵。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子龙老师帮我们进行恐怖的心理测验哦，一起测一下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愿望成真吗？好好，来一起看一下题目，就是好朋友呢跟你相约要见面，因为呢你有东西物品要归还他。但是出门忘了带出来，你会怎么做？我们有四个假想题哦。A 的选项是呢，回家拿再赴约。B 的选项是一样见面，东西下次再拿。C 的选项是说临时有事情，下次再见面好了。D 的选项是先见面再一起回家拿。你会怎么做呢？直觉来选。直觉咯，好，来林老师 D。第一好，先见面，我再回一起回去拿。好，来熊哥。A。好，老师们 ，B 也是一样，先见面再一起回家拿。选 B， 下次拿。我也是 B， 因为常常发生。对。A 回家拿再赴约。每一个人都选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愿望成真吗？好，选择 A 选项呢，现场杨雄大哥还有笃林哥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愿望成真指数是80分。他们呢是执行力强、不怕困难的一群人。照道理讲呢，他们的个性哦，其实就是非常能吃苦。只要呢想要做一件事情，他的行动力是比别人还要更强的，因为他们的个性当中含有一个叫做倔强，一定要赢，而且我一定要做给别人看。别人越不看好我，我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所以呢，他们在自己努力的过程当中，即使碰到了困难，他们依然会朝着目标前进。因为基本上越困难的事情，他就是越要做。行动力非常强，执行力非常强，在他们眼中只有没有不成功的事情，只有你不想做的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B 选项，现场有爱丽丝老师，还有静纯姐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那你们的愿望成真指数是60分。他们呢是目标明确、努力规划。他们的重点在于有没有目标。没有目标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懒散，不要找事情。不要蛮麻烦我，但是一旦他确立了目标之后，他那个野心就会起来了，因为他们也是爱面子的，不能输别人的，所以一旦目标明确了之后，他们就会努力的去执行，把事情做到好。所以呢，选到这个选项的朋友们，你们要记得，你们要一直动下去，不管动脑也好，或者是找事情做也好，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一刻停歇下来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 C 选项，可能观众朋友有人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你的愿望成真指数是
40分，他们呢是缺临门一脚啊，欠缺好运。你说很努力，他也很努力，有没有目标？他也有目标，但是他努力了，有了目标，他就是缺了一点点的好运气。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想要开运的话，你每天都要看命运好好玩，而且呢，上网找一下你自己可以开运的方法，对你来讲增加好运就不会有遗憾了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 D 选项的，现场有玲玲老师还有周老师选到这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愿望成真的指数是100分，掌声鼓励。他们呢是愿望成真，心想事成，基本上呢上面所讲的优点他们通通都有，执行力强，不怕困难，而且呢有了目标他可以努力的去执行，基本上他们很会许愿，愿望就是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有了愿望让自己想办法去做，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让自己愿望成真最大的因素了，给大家参考。那好，玩大方说，我们要送出让我们发大财的双神兽金沙葫芦摆件，还有进财满院金貔貅摆件组各一组，详情请上命运好好玩的脸书粉丝页来查询。哎，杜云哥，你这一组是不是要送给谁？进财满院金貔貅的摆件组送给杨雄大哥。谢谢，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是，好的，也要谢谢林林老师，好，谢谢老师，来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同一时间请准时收看，命运好好玩，拜拜。